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ir。今天呢，一早跑到彰化家乐福，居然一个人都没有啊！要不是没东西，就是高磊正在退烧了。哦，四星湖畔大图，大草哎，该不要喷给我了？哇，今天的第一场抓到四星 Lucky 卡湖畔哎，应该算是好的开始吧。后来呢，遇到四星大剑鬼，没抓到。后面有人来了，就先转战其他地方喽。来到了金玉堂，又是开机的第一场啊，只有两个人排队啊，看来应该没有卡盘的五星。怎么有太阳伊布？居然是 R2 跟 R4 混蛋呢、欸，抓个四星也不错。金鳞球不意外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四星也不给啊，只想打 rush 四弹啊，只好又回去家乐福咯。家乐福的玩具店也差不多要开了。哇，隔壁的包台好多人抢啊，不过要用抽签的，大家都惜家带眷，还是玩排队台就好了。怎么又是鸭嘴延寿啊？直接看头球了，超级难下的超级球，果然很难下，感觉呢应该有东西啊，后面来了一大群人，而且呢，有熟悉的面孔，就再来排一场好了。结果刚刚在我后面马夏多入盘了，难怪人都在这边。其实呢，要看有没有五星在盘内很简单啊，看有没有排队就知道了。糟糕，没大小图。这个场地呢，感觉就会有马夏多啊。亮晶晶大潮啊，想太多了。哦，马夏多闪两次缩图，尴尬了，四一配啊。不过这弹心数高的在右边很容易下卡，抓个皮卡丘也不错。金鳞球本命啊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哇，真的抓到了！第二张 Lucky 卡四星到手哦。
投下来还可以赌看看会不会出一星交换。没有交换呢。哇，居然有气息。来了。鸭嘴延寿，阴魂不散呢。准神兽烈咬陆杀超强，格斗系打幽灵系不痛不痒。根本抓痒啊。马夏多的攻击暗影偷盗。超可爱，路卡利又被打败了，派出橘色速消。烈咬陆杀直接处理掉。来看看马夏多推到什么球呢？哈，感觉这一弹一直在推精灵球啊。一下，两下，爆了。四星一样不给啊。后面排了十几个人。放弃，转战其他地方。来到玩具一哥，刚好遇到帕路奇亚跟燕白球雷姆刚入盘不久，看有没有机会带一只回家。多美大小图又要来赌了，好犹豫啊。选掉暖暖猪，看有没有机会遇到。哇，尴尬了，是四二配。速战速决，看投球。超级难下的超级球啊。完全不给机会。盘内两只五星。应该还是有机会有气息吧。果然。水哦，有遇到有机会啦。老实说呢，看到这个组合啊，
心里就在想等等会不会下比克提尼啊，因为刚刚在其他地方下了另外两张四星 Lucky 卡，如果再下比克提尼，这弹三张四星 Lucky 卡直接收起啊。居然失误，超猛加三五，超猛完全没克到，打得很痒。哇塞，真痛欸，直接派出古拉多，比克提尼也好可爱啊，让顾拉多来终结一切吧。搞定，到底会不会跟我想的一样呢？比克提尼喷彩球啊，结果一日三张四星 Lucky 卡直接收起，这样应该算是 Lucky 的一天吧。突然觉得燕白有没有抓到都没关系了，有抓到三张四星 Lucky 卡也不错。离 Rush 四弹全图鉴又迈进了一小步啊。这次呢来抽龙卷云，帮我订阅频道，影片按赞分享，下方留言我想要龙卷云，我们抽一位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